大家好，我是爱猿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2.6 到 2.7 卡池复刻角色曝光，击破专辅登场，刘盈再次起飞。 2.6 复刻角色确定，黄泉、沙金插队，刘盈延期。 2.7 卡池曝光，星穹铁道 2.5 下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灵沙即将 up， 同时 2.6 卡池的新角色乱破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有关于 2.6 版本的前瞻直播时间则是预计在10月11日和大家见面，以及300星穹的兑换码还是非常香的。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各位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 2.6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2.6 卡池角色登场的顺序也终于确定，其中 2.6 上半卡池登场的五星角色是乱破，复刻的五星角色是影月，下半卡池复刻的两位五星角色分别是黄泉、沙金。好家伙，两大人圈卡复刻还是简直不要太香。这么来看的话，黄泉、沙金这波插队复刻，刘盈、阮梅复刻的话看样子是延期了。而说起后续 2.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目前已知的是会有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，也就是之前一直提到的五星虚数同邪星七日、火虚无 SB 停云。有关于 2.7 卡池复刻角色的话，除去已经确定的影月、黄泉、沙金，两位复刻角色概率较大的是刘盈、任这两位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大家看看就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 2.7 及后续的版本中还会有大量新角色的登场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可以看到，除去 2.6 到 2.7 卡池的几位新角色外，丙克先生、阿格利亚、罗斯姑母、 SB 黑塔、英、斯蒂芬、华以及两位双子毁灭，共九位角色也会陆续登场，其中女角色偏多，感兴趣的开拓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卡池的相关消息哈。星穹铁道 2.5 下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灵沙即将登场，同时托帕也将迎来复刻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有关于 2.6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乱破也早就公布，本期就后续卡池角色登场安排相关汇总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 2.6 卡池复刻角色的相关消息了。就网传的消息汇总来看，2.6 卡池复刻角色大概率是阮梅、沙金、黄泉这几位，其中沙金、黄泉一次都没复刻过，版本末期复刻概率较大。阮梅的话之前虽然有过复刻，但是乱破也是打击破的，所以说阮梅也不是不可能复刻。不过距离 2.6 版本的前瞻直播也就十来天的时间，感兴趣的开拓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而说起后续的 2.7 卡池，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星期日 SP 停云这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了。说起两位角色的机制定位，版本还是比较多的，其中星期日说法较多的是召唤大斧，具有拉条、充能等机制，简单来说就是单体充能召唤大拐。 SP 停云的话主打击破队专斧，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应该是和韧性条有关，就像之前提到的给虚韧性、带群体烧血等，大概率是刘盈超击破队的新队友。至于 2.7 卡池复刻角色的话，就两位新五星角色机制相关以及未复刻角色时长来看，影月、刘盈复刻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